加加加加更。本节目由别焦虑冠名播出，每焦虑六十秒，就会失去一分钟快乐的青春哟。是什么让他们随地大小睡？是什么让他焕发第二春？这个痘痘是我有史以来长得最多的，好男让我焕发了第二春。是什么让他现场暴走？不要来问我他做不做啊，这不是个问题啊。欢迎收看一场400人的青春歌会，到底有多费导演？导演一号，非职业群管李子源。青春歌会录制当天，大家是这样的。然而，下午容纳多少人？我们就是按照400个人嘛。他们几点到？12点半集合嘛，然后1点半大家理好队，签完到，然后就是准时的坐到场馆里面。不能再出现放鸽子或者随意请假不来的情况。男生坐边上，男生坐边上，快带进来，往这边走。那个175到哪里啊？你们往后面站。女生，女生，请往这边来。然后大家面向我，面向我，大家面向我。你们俩跟他们站一块儿。啊，我不站这里。手机不能拿呀、啊。那不能可能看手机录节目的呀，你们都背一下。终于群演们可以进场了，但还有400人的站位需要排布。336、337、338、339、340，你们都在那个区域，自己找一下，看一下脚下，记住自己的号啊。Hello。你站在那个特别高的那个男生边上。男生站在啊，你先往那边站，然后我来调，好吗？那个男生戴眼镜的那个，嗯，对，你为啥那个男生要站在那儿？我不能说。260259，那一坨在哪？260259那一坨。你们站到这里，可算排完了400人，结享歇会。导演二号，盲盒玩家沈晕，盲盒，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作品。就有那种破裂感。你以为这很简单吗？每一次测试都如同开盲盒。这个纸裂成什么样还得开盲盒。对吗？是吗？这个很难。那个涡轮，哎，你都做好了跟我说，不要站了啊。做好了。好，你按吧。你是腿弄破了。但是这样真的很难看，就是练一个大口子就是有点难看。对，因为你们每个人测的都不一样，有些人是两边裂，你们是这一边裂。3、2、1，走。啊，这个还是有点没捏了啊，这个纸不行，这个纸有点硬。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测试。测试很多次嘛，所以说测完了才能知道这种效果好不好。你要么薄一点的再试一下。你看，就是每一次测完一遍，就要师傅再把这张8米的纸涂上去。冰姐，哎，啊，好了，你就可以放了。3、2、1，走。有点快啊！
这次是不是比那个好一点？好，然后摇的太慢了，中间破了。那你是知道给挡了一下啊，对吧？中间破就是好，这个破就比刚刚那个破的好好看。师傅，拆掉吧。距离录制还有 N 次开盲盒，漫漫长夜。不过这都是为了录制的时候能不开盲盒。这个很难。导演三号，卖力中年人李建国，他就是李建国，一位年近四十，还有卖力营业的现场导演。这是中国最顶尖的现场导演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适合不适合。已经老了的人，你看我的白头发，你看四十岁了，这导演都四十岁了。因为四百位群演，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可能被单独播放，所以忘词就尴尬喽。明天谁记不住歌词，谁尴尬。看歌词就社死。刚好某一个记不住歌词的人，被我把声音放出来给大家听了。他还特意带来了自己独家的手语助记法。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，感觉有双翅膀，感觉有山和海洋。此差不多了。然而建国觉得现场气氛还差点意思。你看好不好，这个小哥说他上场非常厉害，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。哎呦不错哦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。特别好啊，表扬啊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。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，求我别离开。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一百年后没有你，先没有我。林俊杰，我们也被拥抱，童话落在枕子乱乱绕，这是什么你知道，这是什么我知道，爱的重要。不过还好群演终于进入状态了。来，我听到你们最大声音，来，可不可以？大声点让我听到好不好，把你们最好的状态拿出来，唱出来。你看我的白头发。导演四号，现场总操心姚 PD， 你很难找到现场一个没有他的角落。
他到底都在操心些什么呢？好 low 啊，丑啊，我施工的时候难道没看见吗？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发生了，不好的不满意要扣钱的，满意扣你钱，不扣人家钱。周深太低了都，没有周深 OK 吗？郑恺也能唱。像是一个青春的谗言，我可以唱。哇哦，郑恺唱不了，他可以啊。山河海洋，可以啊。是让他看完，是人的心情。对，他看到一半，他喜欢穿那样，看他上来唱。这样的，我现场给他找个位置。八个摄像，还有舞台的本身的机位，两队全摄像。舞台本身机位不都？然后你全每个全景都是穿帮穿帮的，对吗？背景在这儿嘛，然后这是沙嘛，就坐在两边嘛，所以摄像两边摄像都这样拍。那两侧队能不能给它延伸出来呢？视觉怎么了？这只是平时在动。然后呢？就没有人。转，你也没要叫干嘛？就这样呗，他反正是一个，也不是要把他们吓到，只是一个尝试，尝试嘛，也不是惊悚。但是就是对于 VJ 来说稍微痒了一点，但没关系，因为他痒一点就是他在舞台上的。一人站那 OK 吗？这距离 OK 吗？好，我们都站那，我说话他们会不会听不到？那就扩声，别抬杠。就是不是那个，不是抬杠的意思啊。还是我三个都大盯着我看，谁说你就看你，怎么剪呢？放眼望去，现场的 PD 们都多少有点执着在身上。周深说这个 PD 让女 P 唱的，女生唱的，她就是女 P 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她说的女 P 唱 P 是女生的长长那个低八度的低还是高八度的低？所以他们上去了之后要下去，到固定的位置去带人，没有人上这儿来给你带麦，带耳返，你就一堆十一个人，然后就在这儿带麦。万一只有些问题，你们要及时弄，可能要十秒钟之内就要把所有道具撤掉。然后可以取下他自己的话筒，然后拉到自己适合的。明天，我现在不怕自己耗掉，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很难看。好，33月1日收到了三号评价，这才是他的一个收入的最后的一个结果。我现在也没什么，就手动两个免人拉一下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但是你人可能会有个那个投影，我人有影子是吧？啊，所有摄像老师也就位吧。各位老师做一下最后的检查啊。视频、音效、灯光来准备。北京、上海、什么广州、什么那些什么什么的什么一线城市，抢不会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青春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真快超。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忧伤。能飞越高山和海洋，你曾是个孤独的少年，遇上你的爱的地上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每个陌生人，你最想成为的人。
两年四年吧，三年多，马上四年了，四年了。我八年九年不到，算十二年好吧，十三年有点多，十几年，哦，快二十年，怎么？二十二年，二十三年，还差一年，三十年。Thank you.